美丽的眼睛，某种感觉温暖深刻，打动人心。凯奇，别泄气啊，机会多的是。五个月了，我又得去找工作了。其实你问题啊一直都不大。嗯，你想清楚自己该干啥了吧？我该想些什么呢？我不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想做好，我不想混日子，而且我不想输给你。哼。嗯，看看。哎呀，不错，这幅画啊让我想起我的爱人，感觉挺好。等一下一起吃个晚饭去。嗯，谢谢。我其实很平凡，从毕业到现在，我慢慢地知道了自己的极限，也许我只能做这么多，但我的爱人又在哪里呢？我发现在这里，这幅画里，在这幅画里，这么早回家也没什么意思。我觉得她很美，但不知道她是谁。她可能是个人妖，很虚幻。是的。现实中我见过她几次，却念念不忘。在虚拟中，天哪，我杀了她20多次，跟随她3个月。这也是画的我，对吗？是的。好吧，我不会怪你，我只想知道你都跟踪我多久了。我没有跟踪你啊。但是为什么这个我是我在虚拟中的形象呢？不会吧。你是不是叫小撒？对。你好，我叫开启，被你追杀了半年。啊，好玩吗？我以为是人妖来着。人妖你妹呀！那个偷窥我洗澡的人是不是你？在哪儿看啊？喂，你杀我们的盗贼原来就住在我对面，哥，我好害怕，你快过来，带林姐过来揍他。虚拟现实，虚拟现实，我该如何面对？哇，有这种事儿，扯淡呢，这是。就是他。这是你画的吗？画得还不错，暗恋我妹的人不少，你也不用这样吧。嗯，你们好，小林，小薇，第一次在现实中见面。那幅小林的背影的画也是你画的吗？是的。小林，你有一种迷人的气质，就像站在背后的女神，给人安全感，大女王。还有你，小薇，勇敢的男战士，经常被揍，该我揍你的。来呀，不是能潜行吗？这俩人呢？啊，哥，为什么？凯奇，我妹妹，怎么？
怎么惹你呢？我心中的最佳女主角，坚定、美丽、带着志气，却一点点成长。哎，各位，交个朋友好吗？交朋友？凭什么？我靠，天天被你追杀还交朋友？果然很变态。哼，也许我很奇怪。有时候人们问我，小撒，你每天都忙些什么？哼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们不理解。跟着你们的日子，我灵感如泉涌，并非是我变态，仅仅是我想创作一些故事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请，我请，还是我请吧。你边去，别退了，我请。我是学影视的。我是扛摄像机的。好冷啊。我有看过你的故事，真错，把我画那么丑。想做点什么，但总差点意思。确实差点意思，不过你的想法很酷。小撒，来这边建个号吧，我们一起把故事完成，可以吗？别让我打酱油哦。那我们就算是朋友了，不可以反悔了。群大菜鸟，然后他们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西部荒野。于是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：世界很大。祝贺你，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头，大家鼓掌。